马上就可以吃早餐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虽然仿生人是由机械制成的，但至少在外形上应该跟人类相差不多。抗拒？不，你是我的所有人，想做什么都没问题。为什么要突然碰我的脸？检查异常反应。我最近的状态很反常吗？这样啊，所以还要继续是吗？知道了，那我把扣子解开。怎么样？皮肤表面应该没有任何损伤才对。但是，你的动作让我有奇怪的感觉。看来你说的没错，我的内部城市大概真的中了病毒。别碰腰那里，痛？不是，我没有痛觉。刚才的反应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与其说是难受，不如说，我其实希望你能继续下去。看来，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异常了。在我彻底失控之前，你可以选择尽快将我返厂处理掉，或者能让我更进一步，再靠近你一点吗？如果你还不拒绝，那我就当作是默许了。稍等，身体好像有异常反应，明明差一点就到家了。这种情况要是被发现，大概会被强制回收处理吧。毕竟只要我的行为失控，我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。有人来了吗？抱歉，我暂时走不动了，你先离开就好。你不需要靠那么近，是吗？伪装成正在恋爱中的情侣，或许就能蒙混过去。那是像现在这样吗？我记得人类陷入热恋中时会像现在这样紧紧地靠在一起吧。没事，有你在我感觉好多了。你就像现在这样搂着我就好。嘘，他们来了，似乎正在看着我们。等等，你的手先不要乱动，别乱摸。为了更加逼真，这就是你乱来的理由吗？拿你没办法。虽然他们走远了，但我总觉得身体里的反应似乎比刚才还要强烈，所以让我逐渐失控的原因是你吗？是你也无所谓，我并不讨厌这种感觉，就让我再靠一下吧，好吗？